镜头中出现了一个挎包女子独自在街上行走，而随后的黑衣男子漫步追上，突然将女子的挎包抢走。女子经过挣扎之后紧追其后，但怎么也跑不过抢包的男子。此时一辆路过的红色小轿车见此情况，车主立刻舍车追上小偷，在街道的拐弯处，车主及被抢女子一起将罪犯擒拿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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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